当你专注睇紧电视嘅时候，时间一分一秒咁过去，突然点解会咁啫？冇嘢睇嘅，唔使紧张。TVB Anywhere 为咗节省用户上网数据流量，停留喺节目画面连续三小时冇任何操作，画面会出现信息提示，并会开始倒数30秒。30秒内揿 OK 键，就会回复原来播放嘅节目画面。如果30秒内冇任何操作，画面就会自动返回上一页噶啦。哦，原来系咁。TVB Anywhere 提提你，平时唔睇嘅时候，记得熄咗个电视盒子同埋开关掣，可以节省数据流量同埋电源噶。TVB Anywhere 升级组合，尽在澳门 CTM。咁好睇嘅 TVB Anywhere， 你点可以唔去 CTM 申请啊？